我们怀着一颗赤诚的心，从此乘风破浪在一起。武汉必胜，武汉必胜，武汉必胜。因为今天我们早上是出发来的，来到苏州赛区，昨天晚上一晚上就没有睡着啊，兴奋的。然后我看到大家也都是在这个群里面，聊天，都说啊睡不着睡不着啊。然后4点钟就有人喊算了算了不睡了，直接起来集合了。然后所以我觉得今天晚上大家可能也都是睡不着的。谢谢你的老爹。我认为现在武汉是最安全的了，现在由于国家的这个防御工作做得比较好，因为前期的工作做得比较好，所以现在武汉绝对是安全的。我希望在武汉来观光旅游，如果是球迷的话来跟我们一起为球队呐喊助威。